打破观点哈，啊，过马路小心哈。来来来，再次当选彰化银行的许经理哈，谢谢谢谢。耶！好，看这边。再次来，一下全部出来一点，来，一二三，耶！今天非常高兴。啊，罗东丁龙会啊，嘛爱支持咱啊，整个啊，咱农民的成果啊，即摆都啊，咱高丽菜的盛产期吼，啊，介绍嘛唔是讲真好吼，啊，特别啊，小弟啊来针对咱农民啊高丽菜的菜商啊来甲伊合作吼，啊讲啊来讲来做爱心吼啊。啊，这个高丽菜的义卖啊，所得，我咱普达关怀协会，啊，普达关怀协会是一个非常弱势啊一个团体，啊，应该即卖弱势团体都非常多吼、哦，可是普达啊关怀协会啊，在家中的这些啊比较弱势的儿童啊，拢无受到啊大众的关怀，佮来帮助吼。哦啊，今天啊，我们做这一个高丽菜的一个义卖的一个活动呢，哈、啊，这就是秉持着我们农会的一个公益社团法人的一个扮演的一个角色。那从今年初开始呢，哈、啊，农会就一直在做这一个公益的活动，哈、啊，像这一个黄金泡菜的部分，哈、啊，那我们也做这一个义卖，哈、啊，那也来捐助给啊我们的弱势的一些啊相关的单位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理事长也是陈汉忠议员哈，特别自掏腰包哈，购买的哈，将近呢哈，12公吨的哈，这个高丽菜呢哈，来做这一个义卖的哈。